我们最重要的还有 DIY 的体验，我们要非常圆满成功，也祝今天的记者会大家的喜讯。前方，然后第二排贵宾站着，对，然后现在呢，我可不可以请我们的表演团队，表演团队要来前面吗？好，可以吗？中间可以移动一下我们的位置，谢谢。大家都拿着花好，一起合拍。来来来，邱处长，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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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请张总，和美张总来拿。在彰化，只有为看一下右边的镜头，右前方的镜头，再一次哦，花在彰化，只有为你。左前方摄影机，左前方再一次哦。今年已经迈入第14年，也是咱春节旅游哦观光局认证的十大景点之一哦。那今年呢啊，特别为大家哦来做纾压的一个安排哦。我们呢在我们的大馆里面有我们的这个啊疗愈馆，那透过我们的花花草草，那让大家闻得到、看得到、摸得到，让大家呢透过这个花草呢来呢啊放松，来这个做疗愈哦。那另外我们呢这次有一个小馆，里面是啊变成大家的这个鲜肉馆哦，不要怀疑，不是帅哥在这边，鲜肉馆里面是有我们的仙人掌跟多肉植物哦，那非常适合大家利用春节来这边买买这个应景的这个啊花卉，那顺道呢可以带一些多肉植物到办公室，让你自己呢平常上班呢就非常非常的有疗愈哦哈。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年是双灯区，那除了我们这个白天大家来西洲公园来赏花，晚上呢可以有这个水舞灯光哦的这个啊布置，也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一起来。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八卦山上面的这个天空步道也有将近2公里长的一个这个灯饰哦。那最主要是希望我们的乡亲可以利用过年的时间来到彰化来看我们的花，来吃我们的美食，来这个啊参观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等等，让大家能够呢好假好胜拢在咱中。另外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田尾来个公路花园的巡礼哦。我们田尾这边呢，到过年的期间都非常的热闹，而且大家不用担心交通，因为我们有接驳车，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好，那